那每次进入画面的时候到不了太远，要这么停下来。各位大家好啊，早安！今天周日的早上，汤姆的前一站是现在目前停在新山公园的东侧黄色道口，希望今天能开湖。首先我派陈美进站，暴风雪大招。游戏，这边是有点臭皮的，这个人把他很轻松的。其实六个以下也是可以打的，二人三个人搞不成功，是吧？感谢各位 CP 右上角显示多少2023，越来越低的感觉。好，一样是一颗球，两颗黄队的，多加两颗。一样首先好烂苹果，不要浪费精灵，下午就看梦了。然后单手模式打开，看看单手模式有没有好一点。我觉得是等下说出招吧。还不攻击我，攻击我，太高了点子，太攻击。他没有出现，打到了。老两下，再等一下啊！要连续攻击，不要紧张，要持球的机会，要持球，慢慢等他攻击我，太早攻击了。差点，对手再慢点。然后九球，都爆出来了，来吧，攻击我。我再慢一点去走了，用 excellent， 再次看看，哎，倒出来，没关系，先不要浪费金美，我要卖美股，天天都卖美，我还够用的。非常感谢。
太早，太早出手，找到话筒，抱歉。九八点。打电话去，不是饿死了吗？哎，五球，刚刚错失一颗机会，哎，现在，反正这个平常低的，没关系，四手感觉。哎，这是，直接卖了吗？让出走，还是打到头？错失两次机会了。拜拜。一颗进了。抽到了，哎 ，excellent， 哎，精美啊！我现在有点，我慢没办法，哎，单手模式真的有用，真的有，这是网友给我推荐的，他已经12连抓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可能我的滑硕手机滑下来就是有那个，对，这个单手模式按打勾就好了，哎，啊，如果是不习惯的话，就把它放大就好了，放大这样子，就原始了，我恢复了，这样。不过这次蛮低的啦，2023，没什么。2023可以的啦。绝招是对的，空气斩跟逆旅，如果有厌烦的也不错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子啊，早上只是热身。哦，好。2006年，昨天2000的哎，我靠，2000也是抓不到。2000都已经八颗 S 了啊，有一颗失球啊，我也不能说满分了。啊，两颗 Great 一样干掉，没办法。一样造诣啊，对啊，这是恩色，他好像可能休皮，然后要不给了，这么小他也不给你啊，有时候给神奇糖果，好了，就先这样子了。有哦，没办法，2006的很小，对，这是对，那如果是加整的话，也就是小了。2023呢？2023哦，但我要抓够2036的。好，今天的公测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好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咱们下午见。下午的场次超梦场啊，好，拜拜。